像最近来说，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必胜公园所提供的节目，咱是云林之声调频公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这个电话。时间咧过足紧的吼，拜四啊吼，啊六六又过拜六啊吼，所以24、26日有开课办事。好、哦，啊，就是咱一挂道亲啊、孙啊这啦吼、哦，开讲连线啊，1352-246日，哦，咱有一挂问题，吼、哦，啊，都要来互研究一下、探讨一下吼、哦，请爸爸妈妈甲咱看一下，吼、哦，多欢迎啦，咱的师兄师姐，吼、哦，哎，真的，慈天毕生公也感恩护持的，啊、哦，护道的啊，这兄弟姐妹。各宫堂的兄弟姊妹，祝大家拢会当安尼，吼香火鼎盛啦吼，啊宫威兴盛，过来就是吼，咱的国家会当安尼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界呢无战乱，大家拢会当平平安安啦。但是这个两个字平安，真的很难遵守啦吼。大家拢嘛作想要平安。来，我们听听我们的观世音菩萨。咱人呢，吼，逐天呐，发脾气是为了什么？
是求好心切，脾气也会来。过来就是修鸟毛嘛，鸟毛，什么叫做鸟毛？洁癖呀、啊，过来就是吼，什么款个性拢总有，什么款人的个性拢总有。有的说啊，我们家的男人哦，好，是好好先生哦，你来去拄着这个好好先生诶 ，OK。哎呀，拄着迄个霸性诶，吼，细汉都是迄个阿公阿嬷都生诶，老爸老母都生诶，拢欢咧行迄种，吼，恭喜哦，你来去嫁着这种翁，吼，你就是爱乖乖乖，第一项未使应，第二项未使甲吐槽，这样日子才会好过。但是吼，咱今仔要来讲诶，这讲太上直传第一妙法。就是什么自心，咱讲治病，但是讲治心，治病治心病，治咱的心病。但是咱太上讲啊，讲爱治心，唔是治病。人老病啦，找医生，吃药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有诶较严重啊，讲来照一个核磁共振诶啦，照一个吼脑波啦吼，啊照一个吼心脏安怎，有诶无遮诶啦。但是吼、哦，人若歹性地，定定血大，哦，这种人毛病特别侪啦，血攻心嘛特别侪，所以即讲治病，但是咱。太上道祖讲的治心，伊无咧讲治病。心这个病，你若无甲掌控啊好，哦，啊你去照核磁啊，啊是去两经啊啦，啊是去创啥啦，拢同款，这拢甲急躁有关系。太过于急躁做事，激进，这个很会得心脏病。什么事很急，赶快要把它做好。睡觉的时间很少，做事的时间很多。规了他家拢紧噶呢，按按按，这100%心脏病会有事。过来的是啥？过来讲假释的问题。现在今天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说修行谈扣持。好、哦，这个我没讲完是对啦，但是治病不重要，治你的心较重要。你的心内足平和的，你的病就足少。这个心脏的跳动，那伤过了急速，很容易发生意外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在讲，为什么讲治病不是重要，是治心较重要。底心要怎么底啊？要整治自己心中诸多的什么？因为咱的心内底装妄念啦、贪念啦、俗念啦、邪念啦、狂念啦等等，有碍于清净的念，你要那整治自己非常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但是拢留伫最后才咧讲，为何要留在最后面才说？第一，是否真有向道之心？对于无心学道的人，你给他讲谈心，浪费彼此宝贵的时间。像那讲，我都静袂落，我都听袂落。你怎么跟我在讲淡心？想要讲道祖讲，这个所在来讲这个，是什么时阵的？时阵看时机，会当去讲这个。啊，无你会讲太上脑筋呐、啊？太上脑筋不是太上脑筋呐、啊。好、哦，啊，讲较简单的，梅香就是一个例子。
这就是我嘛是一个例。为什么？我太急躁，我做什么事超快啊！做什么代志，我就是第一人快很准，搁快很准，搁来是鸟毛清气想。这就是我头前段，好、哦，会去带着这啊有诶无诶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，卖讲有诶无诶啦。就是干那，这个心脏十一年要换一届啊！这个、电池十一年要换一届。这个毛病是啥物人害我的？第一个，前世因果，呵呵，前世因果杀业太重，这一辈子又是太急躁，求好心切。一个求好心切的人，你要做什么事都很急。最近的喉咙不 OK， 因为四天的连假，把我的喉咙都架空了。讲到，讲到差不多憋车啊啦，哦，最后，那就是爱小可休困者，啊，那无讲话就会憋死，说落去吼，讲话本来我讲话当幼声幼声。讲话当，互你安尼听了，家己温暖啊温暖。即马才做爱变破切，就连假这四天话讲太多了。这就是咧讲，第一是上害你诶，无人害我，是我家己。好、哦，这就是一个人诶个性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人诶个性吼，那足急诶。做啥代志，卡手好，好、哦，佮要求，要求自己，不敢要求别人，所以拢做我家己。我若看甲对，我就做甲对。你看我手拢摕桌布，行甲对，我就手甲对，迄就是我的个性。但是我袂开嘴去甲你叫哦，袂。恁的目睭拢家己有在看，恁若袂啊，家己主动去切，我就做袂了去切啦。这就是我的个性，啊，所以今日要讲这篇，先来讲老咧，到后边再来讲，因为我家己嘛感觉我爱改进。这篇足久的有啊，但是我现在要今嘛才要提来讲，需要改进的是我啦，我的脾气跟我的急躁，我做什么事都很快，你要叫我都要蛇咧，很难啦。足困难的，这就是我应该爱改进的。今日这篇提来讲，嘛是咧讲，嘛是提家己提这篇来讲，我家己听。73岁啊，唔好阁像少年人安尼，曲曲壮做工过安尼平静的安尼袂使。第一项就是啥？咱人心是来要创啥？你这个心不要浪费在时间宝贵的地方，无心也没有办法做事，太有心了，哦，啊你也做事，嗨，啊这就是安尼。所以咱即马咧讲，要安怎去学好凉来，心甲放来。啊呢，心平气和去做事，好、哦，慢慢的做，好、哦、啊，有清气无清气啊，有看的准无看啊，准拄好就好过啊。安尼爱学习，要先学习，好、哦，这就是我爱学习的所在，好、哦，所以嘛，很学，唔是咧甲恁教讲哦，啊你即马要来讲心，你是不是爱来讲学道，好、哦，啊是爱来讲很学，啊是爱来讲福禄。啊，是爱来讲经咒，啊是爱来讲有违法的试炼法，啊是讲要来看讲你看得见吗？有实行到你有通了吗？我今嘛唔在跟你讲这个，来验证是否你真正的学到成功了吗？你若心你若过不掉，你现学学甲真精湛啦、啊。
呼吸你也真精湛，经咒你也真，会使讲是 OK 啦，吼、哦。静坐吐纳先来坐袂久，坐袂掉，这个个性有关系。有为法是来试炼你呀、啊，来试验你的。你看得见，但是你可实行的，来验证的是否你真正的了解你的心。我就帮你讲我家己啦，讲我家己。好、哦，第二，心是非常抽象的，有抽象吗？有。心者藏在内，无形无色，却能使人成就于九霄云外，也能使人堕入于九泉之下。一个心，你哪个调整会好些？好、哦。你是去你的九霄，但是呢，你的心还是纠结的话，你会入对于九泉之下。不一定说你有玄学的基础，你有学习有道法，你也没办法逃脱对九泉之下。为什么？不是幸福的基础没给你信的，不是因为咱的修的道功没精进，是心的关系。所以今麦要讲的心合本无宗派，告别之分啦、啊。是因此呢，吼，那不在玄门道学立下稳固之根基啦，吼。意就是咧讲，咱人咧极易形成佛道不分，但是不道不佛，有一点乱象。但是咱讲五搞东元，甚至于嘿，不要去落入旁门，玄宗谈玄呐，伊咧讲的法，就是智慧。智慧就是咧讲，咱人呢吼，不管你两脚夹，两脚分开，一个佛一个道，但是佛甲道是会使和谐。儒道是可以和谐，和谐是啥？和谐在你现在在修的意境里面。我们把它拿来，好、哦，把它拿来运用在一个协调当中，儒道术的协调里面所有的功法，好、哦，里面所有的禅意，还有所有一切心的转化。这如道些拢会使调整，会使调整咱的心源性海。只是讲谈心论道、地心之法，它是可称为叫心华。好、哦，因初始为太上所传的，叫做太上的心法。好、哦，太上的心要，伊的心要藏伫个底，重点藏伫个底。太上之法音千年久远，咱只会当依靠啥？依靠经文，依靠道德经的经文、清净经的经文，及历代宗师真人所留下的道法来与参照，提来参照，提来参，提来看，能明其清净之心而立于太虚之地。的人非常少，非常少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讲，咱人处在这个人间，你只嘛有一个重重的责任，派在你的肩胛头，你会急吗？会。你会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，让你的弟子还是周遭的人去分？好，去分担你的，好，咱讲使命重担，安尼呢，伊只我都真正一分一分豆豆啊放，啊若无一分一分豆豆啊放，啊你都真正这条路行到老，啊你也爱做到老，没办法放下，没办法真正的放下，好，这就是讲阿祖咧讲的吼。道祖啦，吼，
伊讲会当铭记清净之心，而立于太虚之地。都咧甲即马咱即个所谓导师也好，你现在咧开讲的讲主也好，主持也好，你真正的要上太虚之地，立于太虚之地清净之源，你必须要学习放下。这篇十多年前就有，因为书没想不敢说我书看很多，但是我会看什么时机可以把它拿来说。这个时机呢，不讲等于教化不到我自己。为什么不 教化不到我自己？你感觉过来了73岁的你，也还是血气方刚那37岁的这种做工作的态度，这样就不像老大人。那这就是因为有一点点肩胛头的压力，才会有这么急躁，一直想要完成一件事。这就是我现在目前的问题。所以嘛，提来讲，就是在讲我自己。能明其清净之心而立于太虚之地，故可得其法慧。什么叫做法？什么叫做慧？法内底有智慧，参透伫法内底，体会运于熟定之中，而渐入道光。人智慧会当救啥？会当救你家己，会当救灾难。此乃天生之宾，太上之门生啦！你要做太上的门生，你所生该有的功夫，就是自身，就是自心，底心底心啦、道藏内底面的经典，今仔日几几个例来讲，淡道讲心，用伫个对。在《内观经》里面，《清净经》里面，《消磨经》里面，《造梦论》里面，《道法九要》。《造梦论》我也说不透，我说一半而已，因为太长了，《造梦论》太长，不是这样就说得完。久久的给念一段来说，久久的给念一段来说，那叫做《道法九要》。《道法九要》我自己也批判我自己的个性啊，我家己也批判我家己的个性，对吧？反叛啊，就是反叛啊，反驳就是反驳，反驳反驳，面啊乌索索，有时性地那夹起来，真正会惊死人。这就是，所以讲当下我们来引经据法来谈心，今麦要来讲谈心啦、心神之作用，内观心者金也，一心之主，心能静止吗？无法度，伊会走啊。要行神不暇，心即神啊。你若无要做一个有暇心的人，你的心就是那神同款。心中就如神同款，迄、那个中座内底，伊个神是慈悲的，是智慧的。它是变化不测，也变化莫测，故无定型。心无定型啦，心无定型。所以我们在社会会发生一些事，你看它是由心所造，心压起来去 A。也许会造就很多的、很多的伤害。这就是说一个人你压这个火，压这个心火压不下来，你有可能所做的惊天动地的事情。所以说心就是火，南方太阳之主火嘛，这是极静，风是极光，你有自知着症啊！你有去甲制止这个南方火，
你就有法度袂互伊掠狂。清净就是心啰嗦，啊，你若如果讲清净，你放弃了，你就生迄个啰嗦，啰嗦会安怎则亡嘛？好、哦，明照八表，暗迷一方；明照八表，暗迷一方。但令虚极，生多自相，应报无为其心，即冲。圣地若卖假，吼、哦，都无遮所有的代志发生。圣地若假，有可能，吼、哦，咱讲吉凶祸福色由家家己的心源内底所做出来做。所以咱都咧看到新闻报纸咩？为甚物有诶杀人，有诶放火？啊，这杀人放火是心，心食火。这个心火毒素了后，啰嗦了后，折磨，内底就发生足大诶代志啊！这个祸福吉凶是由上来做诶，由咱诶心源内底去爬火做诶啦。会怕会做的，做梦内底咧讲，夫心者，一心之主，必心之水。先啊，安尼讲，因为静则生慧嘛，动则生昏。你要静下来才会生慧，动则你就是一个昏庸的人，逐天都伫遐咧瀑布叫安尼，迄就是昏庸的人。但是，如果你的脾气一直在压抑，好，没有让你自己发泄的话，一直在压抑，好，你要成为好脾气，但是不是真正的说服你自己，那这样也是很痛苦。该飙嘛，要飙一下，但飙不是要叫你去杀人嘛，不是要你去放火，就是走去山顶啊，啊是走去无人的所在啊，哦。你若足瘾叫，你就去啊叫叫；足瘾吵，你就去啊吵吵的。反对，你都是要发泄内底心肝底一排火。啊，你去树啊遐，树啊袂互你伤着啊，一直到边啊笑呢，笑讲这个笑的，吼、哦，今日来这里创啥？今日来这里，来这里发泄他的脾气，发泄他所有的。伊唔敢去骂人啊，所以讲只有去骂空气啊。走外口去骂空气，骂人不是不敢骂，是因为也无想要骂，所以就禁起来。啊，禁起来了后，规个火伫个北中内底在倒，啊，你不如走外口骂空气就好啊。走较远嘞，无人看的所在，看你要用啥物款方式发泄，好，安尼嘛可以啊。No.
袂歹听吼。拄只吼，咱个袁师兄啦，姓严个嘛真少个吼。伊讲我袂像师姐恁即马讲是咧舞衫咧，我讲我咧乒乒叫，安尼楼顶楼骹一世界拢咧改造，嘿啊，一世界拢咧改造，嘿啊。因为咱去骗遐大骗哦，即马啊要做个工课足济啦，啊要开个钱嘛足济啊，嘿啊。啊，落楼顶楼骹吼，一工拢十外个工人，吼伫遐咧舞啊，吼。因为慈恩必胜讲要重新的改造，第一个安全呐、啊。第二个，政府一定会给你一个规定，啊，咱就照政府的规定去甲做安尼。所以今嘛当咧开钱，啊嘛当咧做建设啦，吼，当咧做建设。啊，恁若去的时阵吼，像可比讲拜二你要来办代志，咱行到二楼就好，吼，因为三楼顶悬在空啊，吼，今嘛在改三楼的无障碍，吼，啊，所以今日去就是。吼、哦，一定爱做空的工课，所以咱若有来，拄好行到二楼就好，拜母娘就好啊。道祖甲人过，道祖袂甲你见怪，因为道祖遐即嘛当咧整理，三楼当咧整理，所以我们就走到二楼就好，拜楼下圣母殿，然后吼，咱、咧无极殿、无极老母的地方，吼、哦，罗布殿，三楼清虚殿，咱就暂时甲人过，因为。最近拢咧做工课，做一挂哈无障碍，啊，搁做一挂消防系统，啊，搁做一挂安全的工课。所以嘛，工作多哈，啊，工课多啦，啊，即马目睭看起，哇，规片安尼灰灰啊，吼，啊，这无法度的代志。所以有时候讲放空也是一种享受，你听讲。梅山师姐，哦，恁遐真正去骗足大骗的了，哦，安尼工课真正有济呢，嘿啊，有济嘛是着爱做啊好啊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大头啊，生要扛着要扛啊，要做的就要做啊，嘿，但是咱嘛真感恩啦、啊、吼，啊，咱的师姐来，伊若看到咱咧建设的，加减啊，甲咱管一下，管一下，吼、哦，啊，斗三工济，吼、哦，啊，没关系啦。因为有恁到护持，有恁到三工，吼、哦，没想买感觉足安慰的啦，足安慰的。吼、哦，迄有诶孙仔即来看到，啊，伊说哦，恁即摆咧搁咧处理哦，哦，啊，有影遮一片遮大片，哦，我咧开济咧哦，我讲两千以内啦，两千以内，搁加几个零诶，上无两千万以内开看会好势无安尼。哦，梅香师姐，不过你最近较瘦，工过多啦，工过多，吼、哦，啊，同目睭看起拢总工过安尼啦，啊，咱这种又搁用袂掉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多做这个谈心、讲心，这后边足长的咧，还袂好咧，讲一半就好，不要一直往下讲，吼、哦，啊，久久啊，再搁甲提来讲。啊，咱师姐啊，你讲，你讲啥？你讲扣词，你也讲没完，没讲完，嘿，没讲完。扣词够真重要，真重要。问题是有咧修的人，你才感觉有重要。一般平凡人，你这个扣词在干嘛？好、哦，这就是咧讲，有咧静坐，有想要做，有想要上单刀的人。伊才会想，吼、哦，想要看这篇安怎讲，对无？像咱即马正统道宗内底太上老君的《金刚经》内底，啊，佮有这个《金刚经》，所以讲太上老君内底伊的册有偌济，太多了，所以吼、哦。你要去讲啊，正统道藏里底，中国道教史上的道宗之一啦、啊，伫明代编辑的，所以咱即马现在唯一的对道宗里底称为叫做正统，并非沿其著作为正确的。好、哦，正直就是说金科玉律。好、哦，这里的正统其实是指明。
朝正统人间呐，明朝的正统人间所创造的道种，所创造的道藏。啊，咱即马咧讲着真正的道书，现在才艰苦，才艰苦啦。真正的道书，真正艰苦，伊也要阁照戒律行。无通像佛教讲，伊要爱资金就资金，要爱人布施就人布施啦。因为咱一般吼做生意人，一开始咧做生意的时阵是拜啥？拜土地公、拜财神啦、拜妈祖婆啦。但是大成功的时阵，伊唔是拜佛的正神啦，嘛唔是拜财神啦，伊嘛唔是拜妈祖婆啦，伊拜啥？会走去拜佛啦，因为去佛祖讲的啦，布施愈多，福报就愈多啦。吼，啊，布施啥？布施佛法种三宝啊。人咧起庙会欠钱嘛？未欠钱啦。人要起一粒吼，足大粒的佛塔，现免偌久，人就无起。有时啊，一个公司董事长，人就这迄条钱，人就开呀啦。三五亿个算足济人咧管的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去看过，道教即马有人管这种钱，遮敖，我就去北港朝天宫，看北港朝天宫呢，吼，咱的这个吼啊，出家师兄，吼，咱要讲啊，出家师父，吼，甲咱都原来有熟，所以伊拿来办验考。放眼口，没啥会去无？我著看壁顶1000万的、500万的、800万的，拢关落伫遮，关落伫遐咧做啥？做放眼口。我感觉哦，道教即马嘛有人安尼关，有钱人啦、啊，吼、哦，才有安尼关啦、啊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是一般，你要得到讲吼、哦，这众生。甲你捐500万啦、1000万啦、800万，放盐口做几工，人都我都捐啊侪钱啊！你卖讲起庙，卖讲庙咧整理啦。咱一般人对道教的布施伤少，但是对道教的需要，佫足需要的。为什么足需要的？囡仔捐，你嘛是着道教来处理啊！吼、哦，啊，这艰苦病痛拄着医要创啥，你嘛是着爱道教来处理啊！佛教叫你当念阿弥陀佛啊，伊敢有甲你制关无啊？伊敢有叫你创啥无啊？伊也无咧烧金纸的啊，对无？佛教叫你捐钱啊，吼、哦、啊做布施，尽量做布施，你就有福报啊。但是佛教会当安尼讲呢？道教袂当安尼讲呢？道教若安尼讲的话啦，咱即马道教真爱咧起庙遐辛苦。因为无人会主动捐，爱用去募的，吼、哦，这就是道教的艰难的所在。正经你真正咧做正科技的，真正在照道宗咧做正道统的工课，就是啥？囡仔仔你绝对一定有小儿捐煞嘛，啊，小儿捐煞就绝对一定爱会用办啦。过来你爱办天，你爱天办地做的工课，你敢唔免照道统行吗？哎呀，诸天必成功就是照道统行，所以咱就是咧讲，为什么庙要得到众生的布施这么困难？是因为咱唔敢开嘴，咱唔敢讲开嘴，叫人捐钱。这道教频道，就是有法度守这样规矩，唔敢讲开嘴。唔敢讲无关，慈仁毕生讲，甲今嘛已经31年啊。我唔捌咧开嘴讲，某咪人你甲我捐一个衫好无？我今嘛咧欠钱，我不会这样讲。我都无钱，我招花啊，无钱啊，招花啊来起庙，安尼我甘愿。好啊，无就无钱，无来台湾银行，对无？甲摸一挂出来，连工豆豆啊行。道宗最早
甲咱教一个教啥？当初班级43代，吼、哦、张雨初天师，伊就讲啊咧，伊讲道教是安内散甲遮散，要讲起来，即道教才是真正有慈悲啊！唔敢甲众生无钱，唔敢甲众生叫你爱捐钱，即道教大慈悲，就是伫遮个慈悲啊！所以无迄个三千亿、五千亿个啦，吼、哦，啊嘛无迄个讲吼，啊一千万、两千万、五，系迄、那个500万个啦。你去看慈天必成宫个壁顶，个功德榜顶悬，要无人安尼捐个啦，都是小额捐款。但是小额捐款为什么会？有慈天必胜宫现在的这样的道场，用什么方式去把它起起来？拢是用苦心起起来。所以有时阵，最重要道宗内底，伊为什么讲，这天书内底后边伊会去讲，在这个明英宗正统九年来底，1444年的时阵，这道宗专辑来底初稿完成的时候，这个明英宗正统九年，伊来底伫个道宗专辑初稿完成了后，正统的道宗为中国道教史上最重要的道宗之一。在明朝的时阵编辑好了，是我国现在存有的唯一的官修道藏。但是一般的庙宇，伊未重视道宗，伊未重视着道教内底法脉。慈天必胜宫的宫主，伊伫道教总会、中华道教总会，伊做过理事长，所以伊足坚持的。伊虽然即马下播，伊嘛是共款交代落来，你去文化馆所看到这所有的宗祠，拢总是。古早几百年留落来物件，道藏被称为正统，并非以只是制作的正确而已，是正直者金科玉律。吼、哦，这内底正统其实就是咧指啥？是咧指讲咱人咧做科技的正统。你如果今天有遇到了什么问题，道藏你甲掀起来看，伊就会甲你导正。错了，不要一直再错下去。好啊，即马呢？即马道教有分5种啊，吼、哦，买当妈祖婆，买当放盐口啦，买当做吼、哦、咱的龙凤宝忏啦，好、哦、佛教的买当伫来做，好买当伫来做啦，好、哦。所以咱即马就讲，既然要五教同源，不分彼此，但是。若要讲起来，咱的众生嘛，着爱分哦清楚呢，袂使所有的物，诶，即个所有的资源啦，拢完全是寄付伫咧佛教。啊，即个道教拢三 P P， 和冰刀，永远拢是冰刀。那这样的功德力无分配，恁就是看轻这个神呢。你看轻道祖，看轻母娘，看轻这个神。所以你甘愿去捐佛的，你唔捐道的，道的拢只咧做这众生的工作呢。艰苦病痛咧，带家伙病房的嘛，要来找道的，要安怎来解决？啊，要安怎来补课？要安怎来求修？要安怎来缘呢？这唔是佛教你做的代志呢，是道教你做的工作呢。但是道教你做的工作做这尔啊多，但是都得未到众生真正有发心来关心的足少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事的时候会哭哭撞，就是撞要来道教处理，但是就是无法度发心在道教扶持道教，而这个圆通，你无法度好咱的教会成就，无法度好这所有的工课在这个道教内底真正有去做到正统的工课。这就是我较感觉怨叹的所在啦。我真认真讲，嘛是希望要甲导正，
吼、哦，道教不是真的那么没有用啦、啊，足有路用诶。迄囡仔咧艰苦病痛咧收囝诶时阵，就是拢宗道教诶，伊那毋去宗，伊那毋去佛，伊那毋去佛教收囝，伊那毋去。啊，去有管道，有管道嘛，无咧甲你收啊。啊，你拄到啥物款问题诶时阵，拢宗宗来伫道教，要互妈祖办。哦，啊，无就要互关圣帝君颁，无就要互北界先天上帝颁，无就要互中大元帅颁。为什么？啊，你嘛会知影讲，这道教有这个法术，道教有这所有的道法，伊会当处理这人的四条八字所拄到的问题。问题是，慈悲咱看唔到病的呢，所以变成了现在的道教一盘乱。真正是百花齐放，为着要生存呐、啊，啊嫁嘛爱嫁，为着要生存跳嘛就爱跳。其实这个都不是很正确的事啊。好、哦，啊没想讲这個、最主要嘛是一种感慨啦。上师，当今身旁观世音，观世音，观世音菩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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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观世音菩萨，慈南毕生讲的宗旨是咧，佛林观大悲乡三吉村中陂十六至五十二号。格式，我们现在在讲格局啊。即马这个社会有格局，有格局嘛？好，格局是在说什么？是在说一样东西的大小吗？不是啊。咱人咧讲格局，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格局。迄、那个格局唔是咧讲物件大小，唔是咧讲伊个样式。好、哦，一般指建筑物结构的格式吗？不是。加那就讲金銮宝殿，较早皇家的金銮宝殿。哦，对啊，就较早。哦，咱咧讲到迄个武则天。哦，伊咧办公的所在，敢那水尔。哎妈，即马老了伫河南嘛，洛阳。哦，还佫有伊个金銮宝殿伫遐咧办代志个，坐金椅啊，吼、哦，桌啊拢金啊，椅啊嘛金啊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较早皇帝格局嘛。但一般来说，房子的建筑有长形、圆形、不规则形。吼、哦，你像即马你看人咧咧起迄种啥物啥物啥物咧林家碑个迄种个迄啊，安尼起个歪瓜裂枣迄种个迄，哎，人个讲话做啥？即马流行个啦。房子的建筑，它就会吼、哦、又搞了一些吼、哦，让你看起来很奇怪，啊，佫足想要去去甲开看卖啊咧，吼、哦、一杯爱百几块，吼、哦、啊嘛就去甲开看卖。好、哦，一般啦，房子的建筑有长形、圆形，有高有低嘛，吼、哦。但是一个规模的建筑，房子必须要正方，要方正，是因为方正才有气派。方正才是建出其雄伟的气势。中国的四合院的建筑，现在就如同那样古。你若去扬州啦、天宁寺啊，好，你也看有一百个对联。好，伊一百对联，讲一时九门天下笑啦，两龙十殿世间喜。咱今仔日。不负得赌如此雄伟的建筑，我有去啦。
现在你说的这间我有去，规模相当大，很庄严，必然不在话下。但是房子的建筑有不同的格局啊，一个人的心量啦、智慧啦，也可以用格局大小来表达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有的人格局很大，有的人人格局限很小，如何表现人的格局？做人的格局要正直，做人各有各的格调，各有各的风范。不管你是什么格局，正直是做什么具备基本的特质。冠太，你是属龙工商啦，各行各业在咱的社会上立身处世，都想让人敬重，做人正派、耿直，就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呢、啊。但有的人圆滑灵巧，性格变化莫测，让人摸不着头绪，就干巧的人，好你摸不到，摸不着他在想什么，所以就性格变化莫测，让人捉摸不定，这种人不容易为人所接受。所以讲做人爱做到安怎，人讲敬啦，值得人尊敬，这才是不可或少的条件啦。心量的格局爱宽，爱宽宏。做人正直以外，还佫讲究啥？心量，心量狭小，坚定不舍，自私执着。这种人不会受人欢迎。好业，但是地牛分不清楚，能力大小还在其次，主要是在看你的心量。心量大可以容忍，表示格局。你的格局有大，你的心量就大，就可以成为大事。他心量小不能容忍，表示格局小，自然有一点点小成就，就摇摆到靠腰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要这样，要先看他的心量，要说心包太虚，量作杀戒。每一个人本有的心量，有人说、大如虚空，就像上就像周润发，佛法放宽心量，包容宇宙万有，智能与之平等之同观，有道理吧？有，但是事业嘛要有格局呢。你现代的人要创造一番事业，几番啦、不管你电子业、什么业啦、保险业啦、航空业啦、海运业啦，不管你做什么业，都要有长远的计划。好、哦，袂当讲三年五载就要关门。这就是在讲人呢、无论现在他就去立保险嘛，立保险是在立安怎的？立给保险公司，拄到问题保险公司来赔，但是你又开不掉，这嘛是趣味。所以讲权利谁来保障？所有必须有的长远计划，你不能让事业、短命王朝，连你的花昙花一现，你就在这个人世间有多努力啦。所以讲思想的格局要扩宽阔，这个伟大的人物不只是思想观要细密啦、周全啦，尤其还是海阔天空，广博思想。所谓的海阔天空的思想，并不是天马行空、不切实际啦。来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再提了无咱的时间了，要交给另外的主持人吼，来，今日去咱就讲到这。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慈联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。今天有板书，直接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